欢迎观众朋友，各位收听的是《闻的现场》。在嘉义县八十二号快速道路中部段，日前有一台电信工程车载运容易导火物品，意思是天气热和物品导火燃烧。工程人员马上停车来救火，不过却坚持不叫消防队。另一家人就脱衫，用路边的水沟水自行来救火。日前在八十二号快速道路中和交流道附近，横横有看到一台车蹭着烟，疑似火烧车。而这是有一台载满着用品的电信工程车，无来无去起火。而工程人员是坚持唔免卡号消防队，因是将车停在水沟边，脱下身上的衫，用水沟的水温淡之后，佮走登去车顶，将水拿出来来拍火。够叫消防队。哈，免咯。一群人无用过来，无用过去，无用拍火，但用衫含水感觉水来拍火是真少看。虽然火势无大，但路过一驾驶看到嘛，同款心惊惊。四五个人就安尼在水沟啊含车顶来来回回十几转，火拍火搁多起来，然后发现用衫暖出的水无够，搁用着缸啊装着水沟啊的水，就是坚持唔卡服消防队来斗三工。你开车。载着纸箱是容易起火的物品，后来真不简单，火拍花，但工程人员无讲到火是安怎躲起来，一群人阁继续来赶路。新闻大概发这上镜采访报道。